大家好，我们的 NSLI 的新年快乐派对，就是提起还有陪你，他们是我的继续家庭的妹妹，还有还没全部到了，就是我们已经准备了，说了。我们已经吃泰国的薯条，这个是宿舍的菜，对吗？宿舍的菜，他们也有蛋糕，妈妈吃了，有蛋糕。你们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对啊。
了 Happy New Year， 你也有两分钟。This is one person. This one's